上吉州是圣贤明朝。孔子之美，先在末寺，安在于千年五百乎巨树作者，盖既著之至耳，岂圣人之伦哉？著所引让，汉书作让。晋卓云，此不让字，焉己当数千人之也，何敢自前值五百岁而让也？上大夫胡遂曰，岂孔子何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文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庸之，孔子之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242年之中，以天下以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室而已矣。子曰，我欲在之空言，不如见之于形势之深且卓明也。辅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尽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见不跳，存亡国，既绝世，不必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一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不常于变。礼经纪人伦，不常于行。书记先王之始，不常于政。书记山川西，五行昼草木聘母雌雄，不常于风。乐乐所以礼，不常于和。春秋便是非，不常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Page.2297 是诗以达矣，义以道化，春秋以道矣。波乱世反之政，莫尽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世君36，王国52，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故以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是君，子是父，非一旦以弃之故也，其见就矣。故有伯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世而不知其宜，遭见事而不知其权。人君富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见篡世之诸死罪之名。其实皆以善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一一夫不通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不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与之，则受而弗敢辞。不春秋者，立义之大宗也。夫以敬畏然之前，法师以然之后。
法之所用者易简，而理之所敬者难之。著所引按岁瞻始至二千胆，故上大夫也。著集解福前曰众书也。著所引按是非为贬诸侯之得失也。著所引按孔子之言见春秋为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空言未贬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乱臣贼子举也。著所引按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贬则不足复见于当时所应之事。人臣有见识在你应就此立消一变。深切着名而书之，以将来之戒者也。Page 2298。著所引公羊传曰：善善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也。著集解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当言简。而云成数自悟也。因为太史公此词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故云文成数万也。不得如章矣，单论经万八千字便谓之物。所引按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自云文成数万字物也。裴英以千数众书所论公羊经传凡四万四千，不云数万又非也。小云是先起以公羊传春秋乎，又春秋经一万八千亦足称数万，非自之物也。著所引按是君王国及奔走者，皆是诗人亦知道本耳。一者语中之词也。著其解虚广曰：一云差以毫厘，一云妙以千里。因按经已无此语，亦未有之。著正义其心时闪，知不知一理，则陷于罪者。著集解张晏曰：赵盾不知讨贼，而不敢辞其罪也。著正义云：臣下所干犯也。亦云为犯礼矣。胡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义王之法。今夫子上与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举，贤各续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名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夫妻至淳厚，坐以八卦，尧舜之盛，尚书在之，离乐所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才善变恶，推三代之德，周氏非如此积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或服瑞封禅，改正朔，亦服色，受命于不清，则流往及海外书俗，充一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礼送圣德，
犹不能宣尽其意。且是贤能而不用，诱国者之耻。诸上明圣而德不不闻，有思之过也。且于常 Page.2299 上其官在明圣，圣德不在，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数，左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于所谓数故事，正其其是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注其解敬卓曰：为先因也，否不通者也。注其解如纯曰：受天命亲和之气，正义于阴乌云于汉词也，母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亲也。注其解因少曰：款寇也，皆寇塞门来服从也。如纯曰：款宽也，请出守塞者，自保不寇害。正义崇义，更义其言也。于是论赐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忧于雷泄，乃喟然而叹曰：是于之罪也夫，是于之罪也夫，深悔不用矣。退而身为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私也。习西伯居有兖州矣。孔子恶陈蔡左春秋，屈原放逐卓离骚，左丘失明学有伯语，孙子定小而论兵法，不为先蜀事传吕满，韩非求情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八分之所作也。此人皆亦有所欲结，不得通其道也，不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数朝堂以来，至于灵止，自皇帝始。注其解虚妄曰：天泰三年，正义按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乃七年也。注正义太史公举李陵，李陵将也。注所引按为其意引为而言曰也。正义诗书引为而曰圣者，天身为御医，其隐约而成其志意也。Page.2300 注其解虚妄曰：在汤阴，注正义及吕氏春秋也。注其解张燕曰：物亦或灵仙以术士之端，上继皇帝，下至灵止，由春秋止于或灵也。所引符前云：物必至庸或白灵，而注今作灵足行，不于灵止。先作史记至于此，由春秋终于或灵然也。是己以皇帝首而云述朝堂者，按武帝本纪赞云：武帝上以然尚书在尧以来，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循，不述皇帝本纪之首，而以尚书雅正不称，
起于朝堂。为齐皇帝法天则第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于顺武台。绝美帝宫万事在之。作武帝本纪第一。注集解虚广曰专序帝库尧舜。注所引台音疑愿也。或因猜非也。注所引音上云有本则纪有家则代有年则表有名则传。为与之功九州优同光唐于己得刘苗裔。夏桀名交乃放名条。作夏本纪第二。为契作商元即成汤。太甲居同德圣阿衡。武丁德说乃称高宗。帝辛战免诸侯不享。作因本纪第三。著正义因宣也。为契作己得圣西伯。武王不也食普天下。忧立昏乱祭丧风稿。凌迟至冷落亦不似。作周本纪第四。为秦之先伯亦左与。穆公司以道豪之旅。伊人逊诗歌黄庙。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Page.2301 注所引暗豪及尧之义音吕诗吕也。正义穆公封尧山君吕之师始皇帝礼并兼六伯萧封主举为演赞格尊号称帝经武任礼二世守允子婴将鲁作始皇本纪第六注集解虚广曰延安尚书萧齐兵注以中举也所引下因举举中言秦师其道豪杰并扰向梁业之子欲皆之杀请就找诸侯立之诸因被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注集解虚广曰宋义上讲号庆子冠军子欲暴虐汉庭功德奋伐蜀汉还定三秦诸及业帝天下为宁再至一俗作高祖本纪第八会之早允诸吕不台重强鲁诸侯谋之杀隐幽有大臣动疑遂集中破作吕太后本纪第九注正义因允注集解虚广曰吾台府之德也亦曰宜亦也不百姓所说所引虚广因猜非也按义因宜此赞本运则宜义事注集解虚广曰赵隐王如意赵州王有注所引按动吃动答矣言所动矣也汉既出兴祭祀不明隐王见左天下归心捐除肉刑开通官粮广恩国师绝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诸侯骄子无手乱今师行诸七国服孤天下喜然大安宁富作
井本纪第十一。Page.2302. 汉兴武士，龙灾建元，外让泥敌，内修法度，风禅改正朔，亦服色。作经上本纪第十二，为三代上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古别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是表第一。幽厉之后，周氏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济，而古别经略五霸更盛衰，欲赌周氏相先后之矣。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后，陪臣嬴政强国相亡，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善其跑。作六国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服以征发。八年之前，天下三善，事繁变，故降卓秦楚之纪月表第四。汉兴以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被力分销，呼气不明，有思迷种，降若之源云已是。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注其解虚妄曰，一作云已也。天汉许传曰，场以一或数己云已，所引按种未记也。以子当作，以是当作也，并勿耳。云已也，皆与注之词也。正义言汉兴以来百年，诸侯费力分销，呼气不能明其事，有思无所种计其后，乃云强弱之源云以是相待，相不能有所路计也。为高祖元公，辅臣古公，国服而绝，则留苗裔，望其朝暮，或杀身陨帛。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会景之前，为身功臣宗属爵矣。作会景贤侯者年表第七。被讨强胡，南诸晋越，征发夷蛮，务公元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诸侯既强，七国从，子弟多，无绝封矣，推恩情义，其一消弱，得归京师。Page.2303. 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我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为建汉兴以来，将相凌晨年表，贤者记其事，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凌晨年表第十，为三代之礼，所损一个书五，然要以敬性情。通王道，不必因人直之结文，略邪不经之变。作礼书第一，乐者，所以宜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以好正位之音。正位之音所从来就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以乐书以数来古，作乐书第二。注其解虚妄曰，
乐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则愿方书俗莫不怀柔像话也。著所引按来古及古来也。言比乐书以述自古以来乐之兴衰也。非兵不强，非德不昌，皇帝昌无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甚于司马法所从来上矣。太公孙吴王子能少而明之，且进士及人贬，作日书第三。著所引按此日书之赞而云，非兵不强者，则此日书即兵书也。古者师出以律，则凡出军皆听律声，不云闻声效胜负，望敌之吉凶也。著所引皇帝有百全之师，汤武有明条目也之战而克桀纣。著正义古者师出以律，凡君出皆吹律听声。律书云，六律万事根本，其余兵械有所重，望敌之吉凶，闻声效胜负，故云司马兵法所从来上矣。Who page dot 2304著其解虚广曰，王子成府，律居阴而至阳，力居阳而至阴，律力更相至，前不容飘忽。吾家之文废矣，为太初之人论。作隶书第四。著所引按忽者，总闻之为也。飘者轻言，言律力穷阴阳之妙，其前不容思乎也。言飘恐言自耳，正义飘踢摇反，精英踢爪反，自当作鸟，鸟何忙表也，乎一残口出思也。言律力相制之前，不容彼为气之物也。著所引背阴背，一阴服物反，背亦背也。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背亦不同也。正义五家为皇帝专叙下阴州之力，其文相立官亦不同，为太初之人论立律事，故隶书自太初之人论之也。著其解虚广曰，论一座编兴起之书，多杂机详不精，推其文考其音不书，彼皆论其行事，厌于鬼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受命而亡，忠臣之福罕用，用则万灵往不因四。追本都神名山大川里，作封禅书第六。著其解虚广曰，亦云答应。为与郡川九州幽宁原籍宣房绝如通沟，作何渠书第七。为彼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顽巧，并兼资直征于激励续本区末，作平准书以官事贬第八。著所引为之行，上因帝伯之
比千也。2305注所引人巧，上古观反，下苦笑反，泰国比利江蛮世事，文物忧心不公王，何如是聊音符荆楚，府差客其子居失仪，性品清月无国际灭，家国之让作无世家第一，身履孝矣，上父策为足归西国，文物是师公冠公妙全于忧，翻翻黄发原想迎秋，不被科蒙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公显章，田看争宠将庆解王，家父之谋作其太公世家第二。注其解虚广曰孝因由衰微，所引按虚广注孝因由衰微，其因训不可知从出也。今爱孝未为弱而省少，所谓身履虽衰也。正义孝因履上之主风于身，身履后为不上复为见也。注其解虚广曰妙错也，由云缠结也，玄至前谋忧内不显，所谓太公阴谋，所引暗妙未筹谋也。阴王又反，又谓太公筹谋，玄谋于忧内不明浊，谓太公之阴谋也。正妙阴五标反，言履上筹谋于忧权之策，为六韬三略阴符七数之数也。注其解翻阴婆毛长云翻翻威勇武貌也，暗黄发言老人发白而更黄也。注其解虚广曰看一云间且一座天，一之为之周公虽之奋发文德天下可知，辅一成王诸侯中周隐环之气是如何哉，三环争强路乃不昌，家但金腾做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可肘天下未邪而崩，成王既有还叹疑之怀疑叹之，于是赵公履德安吉王室依明东土演绎快之禅乃成祸乱，家干堂之师作燕世家第四。Page.2306 注所迎魏王快禅其襄子之后族为乱也，还蔡相虎更将命就伤，即但摄政二属不想杀先放主周公盟，大任使子周以宗强家众悔过作观彩世家第五。注所迎暗喜家云管熟宁先蔡熟宁补或熟宁处也。注所引太忍管王妃石子博弈考武王管蔡或鲁卫毛曹氏也。注正以蔡熟度之子蔡仲业王后不觉顺语事说为德修明
苗裔猛烈，败事小四，元州臣起，楚时灭之。其田既起，顺何人哉？左臣起世家第六，收阴于民，疏风使以身以伤乱，九才是狗及硕之生，未请不宁。男子恶快愧，自负以名。周俄卑微，战国既强，未以小弱。教胡后王，起帝康狗作为世家第七，住所营未请公言。皆姬子乎？皆姬子乎？正言不用，乃反奴。五更既死，周封为子。襄公商于鸿，君子孰称？晋公先得赢或退行，披城暴虐，宋乃灭亡。起为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著正义鸿，水名。公羊传云，宋于楚人齐战于鸿之阳，宋师大败，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矣。非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注集解虚广曰：义云演，宋披成君生演，所引上因成。武王既封，属于一堂。君子积民，则灭武功。离机之爱。Page dot 2307。乱者勿视，众耳不得已，乃能成大。六卿专权，晋国已好。嘉文公袭归畅，作晋世家第九。著正义为晋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师也。著正义治国范，中秦韩魏赵重离业之无回皆之。因之既是周自别之。周用雄义，雄徐氏序。庄王之前，乃复国臣，既受郑国，班师华元。怀王克死，兰就屈原。好于信禅，出病于秦。加庄王之意，作出世家第十。著正义楚庄王都臣，少康之子，持兵南海，闻身短发，原篡与楚，即守中于共与之四。勾践困彼，乃弄种彼。加勾践以蛮能修习，得灭强无以尊周氏。左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著正义吴越春秋云，十岁时寄寓于越，李宗庙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吴虞于越，是子羽至勾践迁都山阴，立玉庙始祖庙，越王岁废也。按今禹庙在会稽山下。注所引串元陀二阴。注集解虚广曰：公于山在武康县南，桓公之东。太史是雍，及青州和王元是义，既重道盟，正有武昌子之人，少氏称贤。三晋卿八正纳于韩，加立功纳惠王，作正世家第十二，为记录耳，乃当造父。赵祖是现衰序绝序，左文尊王族晋府，
桑梓愧祖，南秦治国。祖父生福，饿死判决。王先帝名，良将是耻。家以养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助政以衰，楚反。1308。帝万爵位，国人知之。即正路感荣宅和之。文侯莫以子夏失之。惠王自今其秦公之。既一姓陵，诸侯霸之。福王大梁王贾思之。家以物所晋文身霸道，作为世家。第十四，韩厥英德，赵武忧心。少爵立废，晋仁宗之。昭侯显烈，身自庸之。宜非不幸，秦人袭之。家爵府晋匡周天子之父，作韩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难，是其原因失武士，其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侯。王见动心，乃先于共。家威宣能播卓氏，而独宗周。作田敬重完世家。第十六，周氏既衰，诸侯自秦。仲尼道理废了，封追修金属，以达王道。匡乱世百之于政，见其文辞，天下治以法。垂六一之统计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诸侯作南，风起云蒸，族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助政以周失其道，至秦之时，诸侯力士乎争强。成之台国士始击，屈义士逮，绝虫诸斗，力击富贵。王氏乃遂，臣后太骄，族尊子夫，家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汉己绝谋，秦信于臣。越金票卿，乃封帝交楚王元都彭城，以强怀嗣。汉宗凡勿逆于邪，礼复少之。家有辅祖，作楚元王世家。二十，祝正义由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为祖师吕刘古氏语，不所习，丧其金吾迎灵机吕，乃王郎邪。处武信其望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或 2309。父王偃，天下未及，古则以足，汉反辅。作金偃世家。第二十一，助政义为助武也。天下已平，秦楚既寡，道会先壮，时震东土。哀王善卿发怒诸吕，四军到地，今师弗许。立之内营，或城主父，家为古公，作其道会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为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田府山西，推冀重兵，
给粮食不绝，使百姓哀喊不乐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住正义为华山之西也。与性定委或赵拔其岁若楚人。许和相国不变不革，弥庶幽宁。加参补发公经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运筹帷幄之中，至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吾之名吾勇功，徒难于亦大于己。作刘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其计用诸侯兵从于汉，吕氏之使平本谋，中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诸吕从谋若京师而国反京河于权。吴楚之兵雅夫住于昌邑，以恶其爪而出未以良。作将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国叛逆，翻平京师为梁汉。父爱京公己祸于祸。加其能拒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武宗继王亲属下和诸侯大小凡原得其宜，见你之事稍衰贬义。作武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争利为比分义，让伯乐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晏子简以夷无则生，齐桓以霸景公以止。作管晏列传 Page.2310 第二，李耳无自夸，心静自正。韩非揣视秦寻一笔。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让居能申明之。作司马让居列传第四。非庆廉人勇不能传兵，又见与道同福，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必得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为见欲禅人及自生，上帝匡复五人分无。作五子胥列传第六。孔氏庶文弟子兴也，贤师傅崇人利益。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仰去卫士秦，能凌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天下患横秦无厌，而苏子能存诸侯，曰从你以贪强。作苏秦列传第九。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秦所以攻让雄诸侯，叔甘茂之策。作叔甘茂列传第十一。著其解虚广曰，一座乡包河山为大梁，使诸侯练手而使秦者，谓之功。作丈侯列传第十二。著其解虚广曰，包一座师，南拔燕引废崔长平，遂为邯郸，
五安律或经灭照 Page 2311王简之记作白起王简列传第十三列如墨之遗文明理一之孔迹绝会王立端列望世兴衰作孟子寻亲列传第十四注集解虚广曰一作怀好客喜事是归于薛其汉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征服平以权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作平原君于清列传第十六注集解虚广曰以一作反太史攻击平原曰立命至昏不云征服平反权能以富贵下庭简贤能屈于不孝为信陵君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以身寻君遂颇强情使持说之是难相走楚者黄歇之矣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能忍同于魏齐而庆威于强情推前让魏二字有之作范虽采则列传第十九注集解虚广曰红因垢所引红火后反红入也履行其谋连五国兵若燕豹强其之仇雪其先君之耻作越义列传第二十能轻易强行而屈体连子用穷其君聚众于诸侯作连火令相如列传第二十一命王既失灵姿而奔举为田丹用即墨破走其节遂存其社稷作田丹列传第二十二能摄鬼说解缓于围城清绝鲁乐四指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Page 2322作此以封简连内以征以离骚有之作屈原不生列传第二十四节自楚清使诸侯之事匪然争入世情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曹自敌手路破其田其名其姓欲让一不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能临其化因时推情遂得意于海内司谋守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秦开地义贼民凶奴聚合塞阴山不见于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恬赵塞长山以广河内若楚权名汉王之请于天下作张尔臣于列传第二十九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清略梁地以苦项羽作魏豹红月列传第三十以淮南叛楚归汉汉勇的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秦不列传第三十一
注其解虚广曰体行之名也。楚人破我今所而信拔未找并变其是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灭象其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楚汉相距拱落而韩信田迥川鲁管绝及粮饷作韩信鲁管列传第三十三诸侯叛项王为其连子与成阳汉得一前遂入彭城作田丹列传第三十四攻城也战或东归报快伤有利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作樊历列传第三十五汉既出定文理为名仓主计整齐度量续日历左 page.1323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皆言通史曰怀诸侯诸侯贤卿归汉反府作毕生录古列传第三十七欲强之秦楚之事为周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父晋快成列传第三十八著所营快成上因裴其自因从封邑又因服起降卒都关中和曰匈奴明朝廷里四宗庙以法作刘敬属孙通列传第三十九能崔刚作有祖列臣栾公不结于义而被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但犯色以达诸义不顾其身国家数常化作元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礼言古贤人曾主之名作张氏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敦厚辞孝乐于言逆于行勿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散章属列传第四十三守节切直亦足以言廉行足以立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礼貌作田属列传第四十四言却言一方者宗手术精明后始修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尽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为众之省绝辟王吴遭汉出定以田府江淮之贤作吴王辟列传第四十六注其解虚妄曰吴王之王有府省吴楚乱宗属为因贤而起是是相知律师胖山东平阳作为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page.1314 至足以因进士之贬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如列传第四十八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凡师徒相知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自三代以来匈奴长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
设北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直取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泥北胡。作为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一尺泥相高，为鸿用节一十百里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汉己平中国而驼能及阳月以保南凡纳贡直。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之叛逆，欧人斩辟，保守封于陈。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著集解虚广曰：今之永宁是东欧也。著所引上阴宝，言东欧被越攻破之后，宝封于之山，今在武康县也。简单散乱辽贤，满收齐王明，绝巨海东，以及真凡宝塞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著集解虚广曰：一作末，凡因虎寒反，唐蒙使略通夜郎，而穷则之君请内臣受礼。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子虚之耻，大人父说泥力多夸，然其指风简归于吴。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秦不叛逆，子长国之以田江淮之南安票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Page.2315 共法寻礼之礼，不发功经能，百姓无称，亦不过行。作寻礼列传第五十九，正一管理于朝廷，儿臣莫散言福说，常如今焉。好见人称长者，壮有待。作集正列传第六十，著集解虚广曰：一作楷，自孔子卒，今师莫从祥序，为见元元寿之贤，文辞灿烛也。作如林列传第六十一，名被本多巧，奸诡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言交能其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汉己通使大夏，而袭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救人于恶，镇人不善，人者有乎？不记醒，不备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著集解虚广曰：义云不凯醒，夫是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色，而或清净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宁信列传第六十五，不留世俗，不争义理，上下无所明志，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华稽列传第六十六，其楚行赵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寻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著所引按日者传云：吾以知诸国之俗，
荆楚天生为继司马季主之士也。注集解虚妄曰：一个总，三王不同归，四一个义，伯然各异，绝吉凶，略窥其要。左 page.2316 窥策列传第68注所引三王不同归，四一个义，伯其书记王，无以记其义。今除少孙为许太伯战归之杂说，此甚繁，吾不能裁剪，望皆穿造，此篇不裁之甚也。不依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防百姓，徐于以时而习财富，智者又采焉。作或直列传第69，为我汉己物亦莫留，皆三代统绝也。周道废，秦播续古文，焚灭诗书，故宁唐时至今会遇版图及散乱。于是汉兴，萧何赐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当成叔孙通病礼仪，文学彬彬稍景，诗书往往闲出矣。自曹参见代公言黄老，而古生朝错民身伤，公孙弘已如浅百年之前，天下疑闻古事迷，不必及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转其职，曰：于系于为先人常长司史，贤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部司马事事主天官。至于于乎，卿念哉，卿念哉！王罗天下访师旧闻，王所兴原始察中，见圣官衰，论考之形势，略推三代，陆秦汉。上继轩辕，下至于资卓十二本纪，即科条之矣。并时亦是年差不明，作时表李乐损拟履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成帝通典作八书。二十八宿还北辰，三十福共一补，运行无穷，辅服不公之臣配焉，忠信行报，依奉主赏作三十世家，服役替躺，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526500字。太史公书序略，一时已不易成一家之言，绝且六经一传，整其百家杂语，葬之名山，复在京师，四号是圣人君子。第七十注集解如纯曰：科玉但一文字。page.2317 注集解如纯曰：张艺术之张术也，成者群衡仗尺苦斗之平法也。赞曰：茂林书成相公用成数其中，言百公用才多少之量及制度之成平者是也。注所引盖性也，古何反？注所引按此天官非周礼在天官，
乃谓之天文星历之是天官。且千十离之后，而离世后亦总称重离，亦重本司天，故太史公盖掌天官，盖天官统太史之职。言史是历代之职，恐非时事。然为弘历司马氏，周史义之后，故太史谭云欲知天人，周之太史，盖或得其实也。注所引案旧文有遗失放逸者，王罗尔讨论之也。注所引案病时，则年历差书，亦略言难以明辨，故作表也。注所引案兵权及隶书也。千枚之后，王除少孙以隶书补之，今隶书亦略言兵言山川及何其书也。鬼神风禅书也，故云山川鬼神也。注集解因按汉书音义曰，向皇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车三十辐，运行无穷，以向王者如此也。正义云，此说非也。言兴共绕北辰，诸福贤归车，臣尊辅天子也。注所引己因己，言辅以替唐之士能立功名于当代，不后于时者也。注所引按还谈云，先所著书成，亦是东方朔，朔皆属曰太史公，则谓太史公是朔称也。亦恐其说未尽，盖先自尊其父著述称之曰公，或云先外孙杨运所称是或当耳也。注即解离其曰六义也。所引按汉书作补缺，此云以为补六义之缺也。注所引千言义所撰取邪于六经义传诸家之说耳，千不改。Page 2318比经义也。一传者，如子夏一传毛公诗及韩因外传浮生尚书大传之流者也。注正义太史公撰史记，言其邪于六经义文，正其诸子百家杂说之语，先不改比经义也。一传未如秋明春秋外传国与子夏一传毛公诗传韩诗外传浮生尚书大传之流也。注所引言正本藏之书赋，赋本流经诗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玉之山和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侧府。郭璞云，古帝王藏侧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注所引以四后圣君子，此语出公羊传，言夫子至春秋以四后圣君子，亦有乐乎此也。注其解因按魏红汉书就一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即言其短，即武帝果，武帝怒而消取之。后作举礼陵将兄奴
不下先蚕是有怨言下狱死。太史公曰于树立皇帝以来至太初而起130篇注集解阴按汉书音义曰十篇缺有录无书。张燕曰先梅之后王景祭武祭李书乐书律书汉清义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规策列传附近快列传。元成之前楚先生不缺作物地记三王世家规策日者列传言辞笔漏非先本意也。所以按汉书曰十篇有录无书。张燕曰先梅之后王景祭武祭隶书乐书兵书将相表三王世家日者归策传附近等列传业按景祭续班书补之五祭专取风禅书礼书取寻清理论乐徐立乐祭兵书王不补略数律而言兵遂分隶数以次之三王弃家空取其策文以弃此篇何律略且重非当言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意而论司马祭主归策时太国所得战归赵杂说而无比消 Page.2319 之功何无比也